解析学出自灵枢本书篇，隶属足阳明胃经。解，散也，析，地面流行的经水也。解析名意指胃经的地部经水由本穴散解，像溪水外泄一样流溢四方。本穴为丰隆穴传来的地部经水，至本穴后，因本穴的通行渠道狭小，地部经水满溢而流散经外，故名解析。解析穴为人体足阳明胃经上的重要穴道之一，具有舒筋活络、清胃化痰、镇惊安神的作用。另外，解析穴尤其对老年人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是一个治疗脑供血不足的药穴。人体的气血是先下行到脚，然后再由脚上行到脑，如此循环反复。如果脚上的气血不通，那么气血就不能上行到脑部，这也符合中医常说的上病下治、头病治脚的道理。所以改善脑部供血，必须要先改变脚部供血，刺激解析穴对脚部的气血供养就有良好的作用。下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中医治疗脑供血不足刺激解析穴位。解析穴位于足背与小腿交界处的横纹中央凹陷处，当拇长伸肌腱与趾长伸肌腱之间。我们取穴的时候，可以采用正坐平放足底或仰卧伸直下肢的姿势，在踝关节足背与小腿交界处的横纹中会摸到两条大筋，这就是拇长伸肌腱与趾长伸肌腱。在两根大筋之间就是解析穴的位置。刺激解析穴，我们可以采用点按的方法，用拇指按在解析穴的位置，此时会感觉穴位局部酸痛明显，手指压住穴位，逐渐用力深按，保持10秒，然后松开，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，如此重复30个循环。转脚踝是个非常简单而且有效的好办法。盘腿坐于床上或沙发上，用双手分别握住脚踝和脚掌，然后缓慢转动，或当坐位时脚尖着地，以脚腕为轴进行转动。转动时身体处于放松状态，过程中感到脚部渐渐发热为宜，每次左右各转动100下，早晚各1次。另一个方法是翘脚，采取坐位或躺卧位，此时用力向上翘脚，一样也能达到刺激解析穴的效果。保证人体的生存状态需要各种供给，我们的大脑也是如此，如果得不到气血的供养，那么大脑就会发出不良的信号，这时可别忘了刺激一下解析穴，人会马上
精神起来。